今天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英国的硬币，对，然后英国的硬币很多，但是长什么样子，花里胡哨的，对吧？今天来大家认识一下硬币。英国的硬币就这么多，种类就这么多，然后平常都是有一个这样的袋子装起来的，是称斤的，对。这是2磅，这是1磅，这是50p。50p 就是50分钱，然后20p、10p、5p、2p、1p 就是 pence，便士，pound 就是磅，1英镑、2英镑，这是2英镑，这是1英镑，然后这些都是便士。首先咱们看磅，这个大概大家都见过。